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期待已久的最新旗舰系列 S23 终于来啦！小编这边马上来为大家做开箱讲解。那我们这边马上就来开箱哦。它这次的外盒包装啊，也比前一代再更薄了一些。那再来的话，打开它的样式是像这样子，做整体整个看起来就是更加精致。好，帮大家把手机打开。那我们现在开的话，这台是绿色，也是我这次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主要的颜色。它这次的绿色啊，跟前一代的绿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相机的模组，它这次的主镜头啊是来到2亿的像素。那再来的话，它的边框的设计，这次的话它是采用比较平整式的，跟前一代相比起来的话，它在拿的整体手感也是好了非常的多。那这次啊，除了相机的像素提升了之外啊，它也是采用高通最新4纳米制程的8Gen2的处理器，整体的效能有感提升至少49%以上哦。那我们这次的电池容量一样是5000毫安时，但是这次我们采用 AI 的逻辑运算技术，导致它整个手机的话效能的话都是可以再比上一代更加的省电。那我们这次的颜色啊，除了墨竹绿之外啊，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森林黑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夜莺紫跟我们的昙花白，总共的话有4款的颜色。那么还想知道我们最新的 S23 有什么其他功能吗？赶快来三星智慧馆高雄自由门市体验哦。